换药那个啥，你救。还穿这个破洞牛仔裤。在哪？这个在哪？我也不知道。哎呦，好甜哦。是这儿吗？我不知道。你别走，有个大知了。我的老天啊！我的老天！没事，我帮你把它弄掉。走了，没了。我看见你把它拍开。你慢点啊！你别被它吓得摔下来了。哎呦，这个钻门的小动作有点甜，好开心呢。太热了。啊？太热了。你别吹感冒了，你那对着吹，你喷一下不在。哎。坐着喷，坐着喷。啊，这这。哦。行，我拎着吧，我坐下。还好是破洞牛仔裤。方便要不然你明天你就为了换药那个啥，你就还穿这个破洞牛仔裤。在哪？这个在哪？我也不知道。哎呦，好甜哦。是这儿吗？我不知道，应该是。这个放屋吧，晚上再喷一次。这是本来小屋里就有的。那不是，这是我买的。为啥你要买这玩意？你不是上次说你那个啥风湿痛吗？啊，我给你，我这，你不说你风湿痛吗？谁风湿痛？你说你自己什么风湿痛？我还给我膏药和这个是一块买的。我说这怎么？开玩笑的，我说我老寒腿。哦，对对对，老寒腿，还是我怎么理解成风湿痛？我说这怎么小小年纪还，这怎么还风湿痛老寒腿？你看就不好好保养身体。我有一堆保健品。我发现了，你特别爱吃保健品。真的。你带护肝片了吗？你平常吃吗？不吃啊。你吃护眼片吗？还有护眼片也不吃啊。不吃，我复合维生素都不怎么吃。你拿过来那是两山男孩。哎，这跟我差不多。看到没有，护肝片、护眼片、维生素 C。 那是卖药的保健品，回头看一下。以后这个吃一下吧，这个每天来我这儿领取一下这个保健品。护眼片你吃吗？我平常保健品都是乱吃是吗？不是乱吃，就是你这整的跟我这个，对啊，我这就反正就饭后嘛，就我一会儿吃。行。跟浩然在一起可以活到100岁。你什么时候开始戴眼镜？3年级。那么早？主要是小时候太用功了。太用功学习。啊？哎呦，开玩笑，开玩笑。太用功。喂。太用功那个啥了。喂。看电视了。我小时候就喜欢搬个那个小板凳，然后坐在电视机前就这样看。哎，嘚嘚也是。啊？嘚嘚也是。是吗？啊，我的狗会看电视。跟我一样。怎么？他也是搬个小板凳，然后坐前面。就是他会看《动物世界》哦，然后就凑得特别近，然后有时候还会，他就会站到那个电视机柜上扒着，然后看，我就会回来，对眼睛不好。护眼片给狗狗吃点。哎呀，挺可爱。